哇，你们的部落好多人呢！你个秃鳖，这叫毒食！今天必须挠个痛！别过来！等等，咱们去喝杯咖啡，带点毛料。有人来了，快进去！哎呦，你还没死啊？没看大爷，还真孕妇吗？带你去肥猪来见我！你可以陪我去拿回权杖吗？权杖到底是啥东西啊？村主，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鸭子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，冰冰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转切，就害了你。我们是好朋友嘛。不用怕，我的兄弟会来救我的。门第哥，想不到神似馆头，你还会说冷笑话，真不愧是黑老大。现在大爷我跟你一对一。痛啊！哎呀，我的亲娘啊！快，船长。 漂亮，上时候的你还在泡妞。船长，大哥，你站住！大哥，剩好多了。住嘴！谁救了我主人？我把位子让给他。救命！全是什么？有钱你就是上流主、土豪主、明星主、船夫主。那没钱呢？没钱你就是下流主、土鳖主、光棍主、套路主。